妈妈，你上次给我买的金银袜还有吗？怎么了？你的袜子又穿完了？上次给我买那一盒，我大姐和我们两个分着穿的，我今天袜子都没干了，今天没找到袜子穿。走走走，我去给你拉去。那这还有一盒呢。主要这个袜子还穿着不臭脚，之前我脚可臭了，在学校都被同学嫌弃。啊，你看人家外包装都是很好看，两双黑色的，三双灰色的，两双白色的，有一双灰色的，在我的脚上。含棉量的话是72.3%，不滑不掉袜口，穿的也不会很勒，很舒服，男士女士都可以穿。而且它是7A级的抑菌防臭的袜子，是有一点淡淡的清香的味道。你看它每一个小包装都很精致的，回弹力，看回弹力也是很好的。总共里面是7双袜子，多送你一双，你可以在家先试穿，不喜欢的呢，它也有7天和熨线线的。之前老二的脚一直都很臭，一直给他穿这个袜子。这一盒7双的话才39.9元，真的是很划算，一盒也好穿。来，跟你想穿哪个颜色的？